你们别打了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这样？阿金，送给你。不要。无人要，还不快点叫警察来！哦，天喜，我把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加油哦。哦，不要再吵啊！我啊，走走走走，不要走！讲真一点呐！不要走啊！快睡了，还不要走了！走了走了，叫他放开我！阿信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是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我会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啊。保护我，在记者会上否认我们的关系，跟别人说我是个诈欺犯，叫做保护我吗？还有把我的作业放在地上践踏，也叫做保护我吗？你知道，当我看你穿着名贵的西装出现在记者会上时，我心里有多害怕？我怕的是从此以后我会失去你。你让我看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是一辈子也跨不过去的鸿沟。哎，阿信。对不起啊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。这次是我让易善陷入危机，所以我必须还给仲家一个交代。但是我是真心的，阿信。不要以为三言两语哄哄我就会原谅这一切。我不是可以让你随便玩弄的女人。我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想骗你的。你看。这是我特别请人，别也赶工做出来的。虽然是份迟来的生日礼物，但绝对是发自内心想送给你，让你不再担心难过。我已经给他取好名字，就叫仲夏夜之星。这个耳钻代表我的真心，从今天起。把我真心交给你。渐渐的心落在我身边，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画面。就是九朵玫瑰，代表了天长地久，永不变心。阿信，这一次，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好吗？不好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委屈，多害怕？我知道你的委屈，阿信，我都知道啊。不对，你不知道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，就不会把我一个人丢下来，也不打电话给我。为什么要在记者会上否认我们的关系？为什么要让我痛苦？一下需要你，难道我就不需要你吗？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希望你可以陪在我的身边。为了爱你，我连自尊都可以不要。而你呢？一切都没变，你爱上我的时候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是，我一样可以因为你继续当你要的仲天启。只要让我永远待在你的身边，好吗？这仲少爷，你们亲够了吧？我可不可以把眼睛睁开了？啊，哎哎，哎，我真心疼啊！你在这外面又湿又冷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刚好有煮姜汤，怎么样？我去帮你弄碗姜汤，暖暖身子啊！仲少爷，走走走走。少爷，热姜汤来了啊！
小心，慢慢喝，别烫着了。哎，阿青，我去帮你放热水里，让你好好舒服，洗个热水澡，然后把你晚上的床铺给铺好。招呼招呼吧。好，我去忙啊。哎，你们说话啊，别停下来啊！啊，你们忙你们的，其他的我搞定啊！哎，别停下来啊！啊，你是不是肯原谅我呀？好啦，你知道我错了吗？我发誓，从今以后呢，我就以夏之星为中心，当我一辈子的 lucky star 好吗？既然如此，就来定个爱妻守则，十条应该 OK 吧？十条？我是说，十条够吗？听好了。第一，不准和别的女生太靠近。第二，去鬼屋的时候要保护我。第三，去游乐场前不准吃晕车药。第四，去餐厅要陪我点儿童餐。第五，约会的时候不准带我去打棒球那种地方。第六，只能和我一起搭缆车。第七，不准带别的女生去海边。第八，不准你衣着暴露去慢跑，尤其严禁搭讪三姑六婆。第九，要常常为我唱歌。最后，不准说我是飞机场，要真心认同我是波霸。如果你答应我的爱妻守则十条，我就考虑答应给你一次机会，怎么样？做得到吗？除了第十条我尽量以外，其他通通都没有问题。不是尽力做到，是一定要做到。啊，热水好了，钟少爷，赶快啊，来洗热水澡了啊！啊，把衣服换一换啊，晚上呢早点睡啊。先回房间换衣服。